我们一定要来这边，为什么？我是原告，我也要看最后有没有收押结果，因为这个案子是我是原告，我也关心我告的案子的结果啊。然后我们也会适时的来捍卫这个土地正义。台北市容积是台北市的林子明高，然后你们这样官商勾结，所以我们要支持这个院方，然后要把它收押，因为情节够重大。你说我是泼粪的话，阿北就是阿北啊，做这个事那跟粪坑合影。不，你不可以，我们这样干净廉洁正直的议员攻击这官商勾结，然后你阿北你就拿出金流嘛。如果你真的是你的1.1亿，你的一票30块的总统补助金的话，你去买这个一定是汇款嘛。他如果有汇款的话，他早就拿出来当贞节牌坊了嘛，他怎么不拿出来？